大家好，这里是河北省石家庄溧阳牲畜交易市场。溧阳市场农历逢五排十过集，明天是溧阳集，平时集上都有什么？哎，大哥，这是过来咱们溧阳市场卖马了。一个非常像完全像这样，一个正常像往上抓来的。大哥，这马多大了？他多高啊？我找着他是不是比你高？真跟你差不多，那个1.7米，是不是？眼睛不是，我眼力不强，主要是大哥的身高比较像1.7米。看着啊，非常的帅气。要多少呀？要多少？要多少？8000。你确定？这是近期驴马真实成交价格表，需要的家人可以截图保存。你们觉得这匹马多少钱能拿下？非常的稳当。不要跟我笑，我正拍视频呢，老师。这大哥也是带骑乘马过来的啊，看见吗？哦，那边杨老板的车马都俺那儿呢。哎呀，没得这么说呀。这是买了吗？没了过秤是吧？哦，对。明天溧阳集，欢迎大家来赶集。